啊，是啦，乡亲啦，欢迎收看《菜头粿成长日记》。唱歌吗？啊，没有错啊，菜头粿现在是一岁大概八个月左右。嗯，我们拍的时候是一岁八个月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会唱歌了，现在说话就是小 case， 你可以跟他对话嘞，还蛮好玩的。他已经听得懂人话了，再来就会怎么样？假装听不懂人话了。他知道你要骂他，他就这样一直这样路飘走，假装听不懂，然后开始哼歌。那你问他唱歌，你要不要吃什么？好。那现在到下一个阶段了，就是已经会唱歌了，他是自己可以哼出那个旋律哦。这样是算很快吗？应该算蛮快的，因为毕竟他爸就是也是好歹是个乐团主唱。这个音乐的素养在协议里面就有存在，这没有问题的，这没有问题的，这没有问题，这没有问题的。我们来看看乐团族他们儿子唱歌是不是一样好听，还是比他爸好听？比他爸好听。哇，棒棒棒棒，大声！母鱼让你过来。哇！妈妈姐姐，爸爸爷爷，妈妈姐姐。对，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换你，啊，换你。祝你生日。哦，还打了个嗝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，还要吹蜡烛吗？哎呦，拍手！拍手！亲爱的，亲爱的，爱上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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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唱两只老虎，妈妈帮你拍。两只老虎的，拍。两只老虎的，别乖。真奇怪，哇，这个四川的小人真奇怪，真奇怪。你要唱蝴蝶吗？蝴蝶在哪里？躲躲在这里，躲躲在那里，躲躲在这里。天亮晶晶的，可是有阴影。哎，啊，怎么也是唱一唱，变成挂在天上放光了？我算是读取啊，你创作型 YouTuber 呢？哦，一山。不是各位讲这样，不是讲唱那个怎么唱？只要用心听，我明白。慢呢？好像不是这样唱。挂在眼。放光明哦，好像是这样眼睛。哇，开始。玻璃玻璃不放光线，玻璃玻璃玻璃不放光它会先，玻璃已经被玻璃洗脑了。大家自己放歌。怎么了？光来通通去空空做工心为浓，心为浓，用心哦。好了，一切的幸福就比白噪音。哇，十个念那么快啊！够！爱上幸福就比白噪音。哇！他觉得没什么，爸爸，没什么。